前面人，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，有个神秘的囚犯，因为戴着铁面具而让他的身份成谜。关于他的身份，应该有许多猜测，不过并无疑获得证实。其中最有可能的猜测，就是他应该是路易十四的私生子。尽管已经被许多人研究过，但却从来没有人发现那副铁面具。那我们都知道他是谁，对吧？只可惜他在铁达尼号沉没之后，就淹死在大西洋冰冷的海里，生命无常啊！诶，是这样吗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，拜拜。